是专业的摄影师。不得干，不得干。讲到这段，咱这个来到淡水啊，当时是受到咱淡水当时哈，就是陈委员，跟咱这个明先师哈，明先师啊，最近身体嘛好啦，真久无看到啦。这感恩的同时到员工和他们呢去邀请师傅是不是会让来咱这个中书庙活动中心来干结那时候我说阿伯就先三个月的时间啊跟大家来接这个宴结果那三个月顶完就那三个月啊所以三个月到这阿伯停止啊继续留在三个月啊那时候呢就是干这个军工结那干完了后呢就随着咱淡水这方面真侪人会听惜，啊，继续呢伫遮甲咱咧干净方法。啊，了后呢，因为这个姻缘就来咯，就是着咱台湾教联社来当事会邀请去接任主持。本来是伊当初名，还佫逐个月拢还佫，人讲足骨啊足准时安排时间吼。来咱自年念佛会参加哦，因为我都不是观世音菩萨，要安尼千倍一化吼。之后呢，就安尼，姑姑啊，看你一拜吼，啊，感觉真惭愧啦。但是我没有把你们忘记哦，你们不要误会哦，哈，我感觉永远都感觉记得哈。那了呢，还是听到讲安。慧英师姐吼，啊，讲比较比较接近伫这个美国吼，来时间啊，来去去吼，这段姻缘就是要讲讲世间就是安尼，这个姻缘随时在变化，唯一不变的是咱对下或对三宝的恭敬虔诚的事。那么，我最大的感动是祖师庙，同时有咱。很多老和尚在那成立到这个念佛会，开始在那里念佛讲经，跟咱慧英老师傅呢，在那个环境，在那带动三昧水忏，伊捌在那讲过三昧水忏金刚对观。那迄个时阵呢，佮带动着咱的明慧老师傅，咱念佛创办的，伊也带动着咱遐尼遐侪人，在迄个时代来带动着念佛。如果在台北地区，事会感觉较困难，在咱淡水地区，事会讲，当时有伊困难伫个。为什么讲有伊困难？在咱淡水地区迄个时阵呢，佛法并无遐兴旺，并无参像真正普遍。第二呢，佛教以外的宗教，无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其他的宗教呢，在咱淡水已经有相当的基础。无论是少年的，无论是较长辈，对于这个其他的宗教，佛教以外其他的宗教，拢有基本的一个接受的。你看咱淡水地区，人讲咱基督教在这方面，伊的无论是文化教育各方面，拢有相当的基础吼。咱佛教呢，比较在这方面，也会讲比较较少。但是咱明慧老师傅呢，迄个时阵跟随着很多老和尚，伊跟随着很很老，很多老和尚个伫咱淡水，伫祖师庙带动着念佛，伊就发愿。我讲你个安尼，虽然我甲伊老人家唔捌接触过，但是我也算同一辈。啊，听着咱龙云寺，咱这个明星法师、明教法师，伊拢捌提起过。讲咧，谭俊家吼，有一位法师啊，安尼做认真，学佛也好，三更半夜咱家都惊。那有做着啥物事啊？伊咧卡拢开咧，出门就伊讲做两样念佛，伊就心内就发愿。伊愿讲咧，在伊身躯边的亲人，伊接触到这念佛，都能够咧。有道场可以修行，
是不是你们还记得吧？老人家是不是发这个愿？你们有没有忘记啊？应该不会忘记吧？那个观念呢？那个观念就是那个心呢，一启动了后呢，就开始啊，安尼到处呢，刚带动唱念啦、念佛啦，了呢，再呢提供着咱进，会用直接强修这个念佛会。虽然你老人家，伊的功德圆满，来下不离开，不过也因为安尼，把咱这个慧音啦、明月啦、啊，跟咱这个文静啦、啊，跟这个老菩萨的老同修，也真跟咱支持，我们要不要给他谢谢？有人愿意安尼，把这个环境提供给咱来念佛，给咱来修行，给咱来遮用功，把人关心咱的事业，迄拢做基础的，事业优先优先。但是这个出世间的事业啊，叫做出世间的道业，你念一句佛号，得一个功德；你念一句佛号，得一个福报。你看。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们念过了多少声的佛号？我们成就了多少的众生？因为听到佛号，升起的欢喜心来离苦得乐，点点滴滴的温情，就是老人家，也能给人带动。那所谓过去多少是因为呢？岁末吼。人拢比较靠这个岁末会有一种感恩，会比较去怀念着讲过去高兴现，过去呢在长辈，因为啥物要来创办着这个念佛的意义的精神，咱来去甲思维着，咱真开去感受着讲，咱千万袂当因为在生活在安定也好，安逸的生活也好，去袂记得当时一开始。带动着念佛的迄个困难，咱爱把迄个精神给记了呢，不但爱个记，咱爱有所成就。迄个成就是因为这个道场，和咱来遮念佛用功以后，我们真的感受着佛法，会晓和咱离苦得乐。咱来这个道场，咱袂阁再有去任何的万分嫉妒骄慢。因为咱开始知影要用方法来去降服着咱的无明，因为咱知影无明就产生毒素。咱像咱参像这个社会一直在讲啊，反毒宣导。我们佛教也每天在反毒宣导呢。咱逐天在反毒宣导，但是咱是不是有做有够？世间的毒品，安非他命啊，什么毒品，咱在反毒。咱有够吧？逐天在反毒，将这个内心的毒素爱甲全部赶出去。用啥物甲赶？用咱的一句佛号甲净化。社会人是用刀尖，你不爱我就让你死。佛教是用净化，用净化的过程将内心的烦恼甲断掉。所以咱的净化着咱的心，所以我们每天都要做反毒啊，反毒，远离着贪恚心，远离着嗔恚心，远离着这个骄慢心、嫉妒心，远离着疑问心、疑惑心。大家嘛在做反毒宣导嘞，我请甲咱这法师弟子呐尴尬，咱偷偷起来偷钱啊！在底下舌头舌身，我是个出家，我是一个出家人，我有做一个出家人应该做的责任无？迄、那个境界爱出来，咱一个在家的三宝弟子，咱偷早一起床，咱都要做反毒宣导，愿我愿我远离嗔恚心。远离着嗔恚，远离着贪欲心，远离着嗔恚心，远离着嫉妒心，远离着骄慢心，远离着疑惑心，
这很虚妄。他为什么要来做反毒宣导？这个反毒宣导就是从你的意念内底，从这个肉的毒素，甲赶离开掉咱的内心，袂当让伊在咱内心产生着啥感染作用，迄毒会烫咧，迄毒会烫，烫伫咱的规身躯咯，啊，烫到尾啊，咱啊，规身躯拢中毒啊，中毒来有救无？中毒来就歹救啊！中毒来就歹救啊！中毒来以后呢，就思想也中毒啊，色心也中毒啊，观念也中毒啊，行为也中毒啊。外口的毒品，只不过是让咱的命断掉。内心若中毒，是让咱生生世世离开着三宝，安尼有可能吗？那是很可怜。所以我们要不要再次感恩我们明悟师父给我们创办的我们的念佛会？真的让人感恩，师父跟你讲这个都是肺腑之言，是真心感动话。这不用用背呢，这因为我知影，我感受到。因为只有内心有佛法，你才有法度把这个内心的肉的毒素赶离开。因为你内心有一个主人，这个主人就是佛法。你的内心有主人，只要甲佛法、甲正法会相抵触的，你得会离开。离开的是无明，离开的是烦恼。如果无明啊，离开烦恼呢？离开，全部存在咱内心的内底，就是智慧。所以呢，爱以大悲为上首。以无所求为方便，以无所求为方便，以大悲心为上首。所以，咱的思想啊，甲咱内心的毒素，咱为虾米要念佛？拄只一路车，师傅安尼伫这个十字路口，就听到咱念佛会这念佛的音声哦。一听到，多人会起欢喜心。这个佛的音声，这简单的一个音声，多人升起着对佛法的信心。南无阿弥陀佛，为什么得人会欢喜心？迄就产生大海中一趴面的，你袂惊吓，因为你已经看到头前有一趴灯塔，你会知影讲，我搁无偌久的时间，不久将来我就可以到安全的地方了。为什么我不珍惜？要有啥物好计较？要有啥物好天分，要有啥物好谈方位哈？对任何一个人，要有啥物谈好万分，咱才会去感受到世间上伟大，就是你放下着心中的毒素。啊，若无这個毒素，你留在你身躯边啊，来世感恩这個毒素，佫继续来影响着你。世间的毒素。毒品，只不过你一己的性命，可能安尼就拍算。但是你内心的毒素影响着你生生世世离开着三宝，离开着佛法。所以我若看到这个长辈啊，咱念佛会在这种道教庙内底会当成立念佛会，咱这很多老和尚嘛，确实有点功夫吼。他可以创办了一个释迦牟尼佛浴佛法会，他可以创办两佛会、追忏会，了不起！咱明悟老师更加了不起，创办着咱这个智念念佛会，提供予咱遮侪能量，会用安尼每礼拜会用来遮共修修行，遮了不起。因毕竟我拄仔讲，伫咱淡水。要有一个清净，会当予咱提供咱念佛无跨界因素。伫过去来讲，包括现在来讲，拢有困难度。来，咱遮无压力，咱遮无压力，咱遮用国需要，只要你起码来念佛，咱遮也免见识啊，也免着怎啊，来某边人你自己挑啊，你管哦，你得争哦，你去搞你负责，没有。咱拢来找咱头家吴文清就好啊，来处理。迄条该收的该处理，董事长的事情吼、哦。
我们就只要好好的来这里来成就，让我们明富老师傅的愿力，让他继续的在这里影响着我们，来加持着我们，好不好？这才是咱需要。为什么老人家这种的行为，拢我会感动？当时伫这个马家岭山寺，迄种所在，阮慧远老师，伊伫遐嘛成立着念佛会甲观音会。为什么伊安尼吼？梁山寺毕竟是有这个财团法人的这个管理，出家人伫遐要弘法利息，有伊困难。但是呢，伊嘛希望会当弘法利息。在不得已的情形之下，另外去成立着一个念佛会，伫每年的这个阿弥陀佛的圣诞来打佛经，意思讲在打佛经的费用开销，出家人家己负责，唔免家己当时会申请就对啦。而佮只观音会，观世菩萨的三一年内底有三次的这个圣诞。伊拢有三天的发挥，哦，或者有一天的发挥啊，伊就提早来做，来个庆祝，然后大家共修两会，是跟寺庙不约，但是也借伊场所来办伊的发挥，迄种老人家的原因，迄种非常的困难哦。所以有当初人来讲啊，这种所在不是出家人应该住的，有人讲哦。大家人嘛有好的环境，咱选择，咱嘛想要来选择伫这个会当予咱如何修行的所在。但这种所在就是需要出家人力，才会当把佛法带进去。出家人在不发心、在无发心要管理地方，这种道场，那这种道场将来就完全无佛法会当进入，是不是很可惜？你是真真正正咧做一个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一步。我感觉咱若选择，大家人嘛，咧道场应该就是安尼问题。可惜，环境就是安尼，就是需要有其他特殊的菩萨的行者，才法度做出这种代志。所以呢，来到咱的地藏菩萨，地藏菩萨，迄个道场我选有啥要选第二个呀？每一个佛菩萨的境界，不是进入世界，就流离世界。只有咱的地藏菩萨，伊来选择在这个地界，要来度众生。为什么要去地界度众生？伊知地界的众生难调难服啊，刚强难化。但是，虽然较歹教，无代表就袂教。虽然较歹调伏，但无代表讲个永远教袂下啦。只不过时间，只不过是伊个条件需要搁再加强你。所以若想到咱念佛会，日后伊这个念佛会功能，咱爱甲维持个。实际念佛带动着咱法力强悍的事，所以咱来每一处，咱来净化着咱的内心。第，咱来先净化着贪欲心。出家啊，修行也好，在家修行有五种的障碍，咱一定要用心甲超越。五种的障碍，五种障碍，这五种会障碍着咱修行。也就是这，就是毒素。你亲像食毒的人，一旦啊食着毒吼，捌着毒吼，伊饭也唔食，伊水也唔啉啊，伊就感觉也足厉害啊。茶水不喝了，感觉精神更好。食毒了就人不像人啦、啊。所以呢，咱嘛要用方法啦，去杀死着这個毒素啊，袂当侵入伫咱的内心。所以第一点啊，远离着贪欲心。这个贪欲贪在啥？贪欲心分作三品，分作三品就分作三种阶级嘛。有上品烦恼，
中品烦恼甲下品烦恼。啥物叫上品烦恼？上品烦恼就是用不择手段去得到想要得到的，不只是害他人，害他人你也搁家己搁会得到呢，某方面的利益，叫做贪利心嘛。你不择手段伤害到他人，啊，来咱家己去得到这个好处，这就叫做上品烦恼。咱学佛的人。大部分没有这种的情形嘛，但是上中下品呢，就是贪慧心、贪欲心啊。第一个是贪利，贪这利益啊，这是贪慧。这贪的当中，我只不过我就是无介意你，所以我会想要伤害你利益，但是我无想要得到啥。迄、那个内心内底呢，对他人啊，有这种啊。你这叫做宿舍来，迄个冤孽啊！咱讲冤亲债主啊，你宿舍来，你看到这个人袂对眼，看到迄个人就袂对眼。迄个人就捌得失过你，但是你看到伊，看到你就袂对眼，你袂对伊，啊，伊袂对你眼。哎呦，迄个过去世嘛，结啥物不明白啊？佛陀嘛是捌安尼啊。佛陀捌曾经呢去讲经弘法去拄着一个人，佛陀要甲讲经。佛陀讲经讲，既然佛陀讲经讲，迄人甲配乱啊！这个大地有这好人甲配乱，你讲那是什么？我听不下去啊！世间哪有这种人？无多呢。结果呢？阿难尊者是伊使者，使者去遐讲两句，伊甲阿难尊者顶咧讲，你讲的话我可以接受，世尊讲的话我没办法接受。下面会赶快讲几句，佛陀啊！为什么你大智慧人讲的话、讲的话，伊无都接受？阿难尊者一讲就听。伊讲啊，这个是过去世哦。过去世，因为我曾经对迄个人起不平啊，因为迄个念头曾经对迄个人啊，曾经对那个人起恶念啊，就对伊无好的想法啊。所以啊，我爱这世讲一句话，让伊爱袂甲伊听。阿难尊者呢，生生世世对迄个人，就是作好观念。所以当作那时，为啥我讲啊？有迄个人袂接受，过去时有可能你不对起嗔恨心，所以我们要从内心忏悔，迄毒素就远离啊！你们说对不对？但伊讲我讲话，伊拢无要听，伊无要听，伊无要听的原因，唔是即世原因，可能过去世原因。奇怪，别人讲会听嘞，伊咱讲伊不一定会听嘞，因为哪，缘啊，咱人的缘分。佛陀讲的话，迄、那个人就未必来听，等阿难尊者讲。所以咱得爱管理着咱来贪慧心，贪慧心为中下品。第二，管理着嗔恨，嗔恨。你嗔恨心，更容易跟人结冤仇。咱卖谈不谈，就是要去惹人过去安怎？但不但要去行，那个人较早就安怎，那个人较早偌歹嘞，较早偌歹，伊真已经改变，咱就应该接受。我昨天晚上要休息的时候，稍微打开看了一下，昨天不知道是哪一台，我忘了，他在播放台湾的什么几个名人哦。那是名人，是上面有成就者、有功劳者，那有长一堆的会员哇。有人去遐颁奖，我看了几个都觉得很感动。其中一个我拄好看到一段，啊，其他我无看，看到一个住伫我屏东九如，伊讲一句我感觉真感动。伊竟然当安尼做，伊家己捡钱，算家己若趁钱，伊就咧做打麻将，容易人去包容。因为迄阵卡你要知经费比较较不足。迄路拢坎坎坷坷，真开人拢挑多歹。有当人有多歹呢？一个正在哭啦，跋倒可能就死啊。伊讲啊，伊咧甲阎罗王抢人。伊讲为什么伊要做这种代志？我印象足清楚的，即句话啦。因为我无看电视，就拄啊拍过一段即段，我看到，我觉得蛮感动的。啊，结果就，我到迄个时阵体力无电啊，坐咧所要困啊，坐咧就拄久啦，我到看不看到。都看你大汉哦，伊就讲啊，
人家访问讲，你咧做啥？你为啥物要做这個？讲，一条路坎坎坷坷，啊破坑，要等政府来补。有当我滚滚啊年无在了补，伊只好来去募集着期间，伊家己出钱，超大万家去补路。人会问为啥物？伊讲伊安尼了已经开几啊百万。不要紧，伊讲不要紧，伊讲咧，我只不过咧做一件干业务往抢人，业务人是要甲人抢去判刑的，伊是要甲人救倒转来。伊讲整个所在有当三更半夜路顶搁暗，我多歹来去啊，真无细腻。因为阮嘛知影，阮整个做侪一挂朋友囡仔，都是因为暗时桥多歹无细腻，弄得骨力跋倒，往生的往生。残障的残障，所以就是你不过要做一个干咸了红手人的人，手偌济人倒来算偌济。世间就这么啊善良的人，咱身为一个学佛的，逐天咧念阿弥陀佛的人，咱是不是应该变搁较善良，对不对？你这才是正确的。咱哪里还佫有啥物本事去干怨恨？咱还有啥物本事去干打？咱若去讲，大家弯路，咱就见笑。真正咧想得到，就见笑。人家不一定念佛，可是他们做的是菩萨的行为呢。伊拢用伊下班，安尼三更半夜凌晨去补路呢。去安尼，我看迄个翕翕个飞机啊出来，哦，屏东九如，迄所以丢迄种的人看。我觉得屏东确实有这种状况，所以其他我感受不到。但我感受到因有法度安尼做，伊佫讲一句我感动。他说：“我不希望我地方的乡亲有人因为徛乌都要跋倒受伤。虽然佮伊非亲非故，伊无希望有人佮因为徛乌都要弄个骨来跋倒受伤，甚至呢失去性命。”咱的地藏也好，咱的世尊也好，是不是无希望？咱因为搁任何的毒素，予咱搁失去着佛法，对不对？但是佛法就是在谈这个，所以他怨你的亲恩心，对人了后啥物通好，有啥物通好怨恨？伊过去可能一句话甲你得失。拢已经过遐久啊，迄句话也已经拢离开遐久啊。虽然伤痕内心的伤痕无好医，但是咱咧用智慧甲超越过啊。你爱甲迄个伤痕当作是楼梯起啦，迄、那个楼梯起啦，互你搁搭起哩，帮助你搁向上。迄、那个向上的力量，你反而感恩他曾经给你的打击跟考验，他是你的三知识。你为什么要承认他呢？啊，你读书是不是让你看出来啊？对不对？就这么的简单，要做转念。有当阵啊，人会讲，不遐简单，那是你无管理者，你才会感觉足困难。他喊出一杯茶啊，一杯茶，朋友啉了就解简单了。你若你另外一杯茶，就是没有办法入你口中啊。喝杯茶容不容易？简单，但是你不去做，永远就是没办法完成。两头嘛，同款。你管理者就改变，你无管理者永远袂改变。迄、那个两头就永远放伫遐，永远就去影响着你，去影响着咱的行为。永远就是伫个无法度超我家己的一个人。啊，昨天晚上呢，这个很巧的，刚好打开电视，看到那一幕就想到，每一个人爱心嘛，常像安尼。这就是净土世界。咱现在每天在念阿弥陀佛，咱是不是把咱的无量功、无量寿那个心向八尘给抛开？我相信咱在座大家人拢有那个能力。咱只不过是要每天啊要求提醒咱，咱虽然不是要做足伟大的事业，你讲伊个孔大妈家下班。花时间去狂打麦架，这种工程有伟大无？
但是咱念佛的功德比伊更加伟大呢。恁要相信无？相信。只不过咱是无人发现到，但是咱毋是要人甲咱发现。咱所做的功德不但利益到咱现在，嘛利益到咱的万亲济主，利益到咱的累世无边，更加利益到十方法界众生。咱要利益不单单只是这个地方，咱要利益是这个八界众生会当离苦得乐。我们要不要觉得自我感到很殊胜？这个念头你一起，你就没有成了。你就感觉你无任何条件，无任何理由来跟人跟众生亲，为什么？法界众生拢爱离苦得乐。虽然曾经有某方面的因缘，让咱感觉真困扰，但是咱为咱内心开内底开始去接受微观的面，去远离着亲分心。你若要跟伊有缘事话，你永远着结归旧；无缘无事吼，着袂结归旧啊。你若有缘有缘有事吼，生生世世你着结归旧啊。安尼有艰苦无？艰苦。所以无缘无事吼，着袂结归旧啊，对不对？对。有缘有事，快结结做一去。所以咱真正要讲要念佛，就是要甲做啊，甲头开。我拢教恁无缘无事啦哈。无缘无事，都别结别寂寞。没有了嗔恨心，你当下就是观自在菩萨。好，第三，观你的嫉妒心。什么叫嫉妒心？嫉妒心就是你看到人成功，你没有办法从内心去祝福他，就是嫉妒。甚至你看，你看有任何一个人有某方面的小成就。或者是某方面的一寡比较讲较赢人，咱既然我都去接受，迄就是咱内心要嫉妒、嫉妒心。但是嫉妒心就是一个负面话，伊凭啥物比我较高？伊凭啥？伊只不过是比我较好，安尼拢唔对。或者是咱嫉妒讲安那？哦。当首长边啊，拢一个人甲伊对头对面，哈，迄个一工干在抱当首长嘛，咧抱啥货？迄就是嫉妒伊。哪有咧甲抱？啥物人无要亲近上帝是？对不对？人讲啊，咱做人啊，人啊，啊，择良师啊，择良友啊，鸟啊买金，树啊买叶问啊。对吧？良禽择木而栖啊，对不对？遐众生着知影要捡一张好树啊，来互咱疗病吼。咱是毋是嘛要来捡圣地先来亲近啊？咱无都去亲近圣地先，咱敢咱来对咱自己畏惧心去讲，是咱福报无够，是咱的障碍比较较重，所以咱无容易亲近圣地先。但是只要你管理要亲近神地时，神地时绝对管理接受来。为什么？为什么咱能远离的神地时，是你选择远离他？甚至是从来不会选择远离我们，都参前分得众了，不选择放弃掉咱，是咱拢未记得佛祖，是咱拢未记得佛法，世尊将来不甲咱未记的，是咱甲未记的是机会较济，换个角度。妈妈拢较会记得囝，还是囝较会记得妈妈？妈妈会记得囝。妈妈若安尼菜籽啊，买两盒好食，那你要留倒阮囝食。你囝若食好，我妈妈嘛有通食，管他伊家己会处理咧。大部分呐，所以啊，我们手抱海里啊，将在北部时。当你真的念佛入心了，你的菩萨心起来了，启动了，你才知佛祖有偌尼啊伟大。你才知过去的这些修行人为咱所排基础有偌尼啊伟大。你还有什么好嫉妒的？不容易哎。所以啊，你看。咱拢爱去感恩，
确实有人的能力，会晓在咱之上，咱来更加欢喜。咱的身躯比大陆在咱之上，代表咱的福报愈大。为虾米？因为四周拢有人甲咱开价。你确实你身躯比大个人拢啊，比你搁较还比你较笨较啊，你来落啊！你老牛拖车，皮皮喘啊！啊，拖海也艰苦，拖海艰苦。所以我常甲阮这子孙讲哦，较早老师拢甲讲啊，别来啊！我咧讲哦，你哦，你当家若欠卡，你就翘卡啦。啊，问题就阿袂做迄欠卡出现吼。啊，当家若无欠卡，主持你就爱拖啊。讲甲真贴切吼。爸爸妈妈从来袂去怨恨着囡仔。比较能力，你对佮祝福。所以咱菩萨界内底个人讲，一切男子是五福，一切女人是五命。我生生世世应该恭敬伊。虽然现在在咱身躯边每一位，现在可能毋是咱的亲情，毋是咱的眷属，但是过去世就是咱的六亲眷属。伊若有能力，伊若在咱能力在咱之上，境界在咱之上，我们应不应该祝福他？也应该要学习他。他住哪一档啊？哪里还有嫉妒心？你怎么要有嫉妒心呢？因为这个嫉妒心常常会在对，干死己的人，像我这个要变去做兵的，啊做军官啊，去干己的，去干体啊，咱讲干体啊，去干体，伊讲拢做军官，伊还搁做下骹。干己的，伊升袂起哩，伊就讲，哼，你看到我还阁叫我学长嘞啦。啊，其实伊就连你无人管啦，人已经爬去到军官，已经到将军啦，伊还阁咧做上尉啊。啊，人讲，某边人已经做将军啦，哼，伊哦，你看到我还阁叫我学长嘞啦。但是那实际上，伊还甲上进你啊，学长。伊叫你立正，你来立正嘞。军阶高一等的可以压他，对不对？这不是哦，你当讲我是个学长，要怎么样？你下不了比人较久，你无法度见解比人较悬，你就是凡夫，没有理由。不是讲我下不五十年啊，五十年你哪个还未成菩萨？你就是凡夫，凡得惭愧。所以当然讲了钢铁人已经做到军官，我去直接升不起来，咱就去思考讲，咱是不是行为太多？还是对了不好，这心肝升袂起哩。一定某方面有缺点，才升袂起哩嘛。你若拢原本，哪有咧升袂起哩个？所以爱怪是怪迄个心肝，还是怪咱家己啊？这道理拢足清楚。不过若现前的时阵，我嘛怪迄个，无代无就背伫我头前。啊，若无就早就换我先啊。所以吼，迄叫做嫉妒啦。安尼你知影无？啊，欢呼啊，阿弥陀佛啦！想一想，伊那比我较高，伊那比我较悬，这个是吼，咱来去甲思考。咱还会嘛是有人会倚老卖老啊？我来偌久啊呢？有当阵哦，那一挂盖住呐，问我讲和尚啊，我较早来，我较早做小三，你做都出家了，都叫。某秘书的明乃师，竟然拢叫咱明乃和尚啊！啊，人家拢叫咱阿舍利、阿舍利。我当时拢在讲忏悔，他叫人家明乃师。你感觉叫咱明乃和尚，不是阿弥啦吼？竟然啊，你敢叫明乃和尚哦，我都觉得有，有一种，这不上面谈和特别欢喜，还是讲咱偌赖上？明乃和尚。那个，你等于感受着讲，出家以来才过时间啊！你学到了什么？所以你问啊，你那和尚啊，你出家偌久啊？我甲你白久尔，我嘛唔敢讲偌久，因为见笑歹势啊！都在变，我当时受戒呢，伊看到我伊要甲我顶，你算什么？无礼貌，阿弥陀佛。
咱才知影。当然，你家己叫这是就，迄个是吼，我常举一个例子啊吼，迄个曾经少年囡仔悠哉悠哉，安尼一天一天快快活活过日子，结果唔知影我来娶某囡仔生来囡仔咧叫爸爸交车钱啊，你敢知苦啊？你得迄个也只是举例啦。当然，你家己叫和尚的时候，你有没有佛法？你有没有佛法？你心，你的内心内底有佛法的体验无？有佛法的体悟？你得趁着囡仔来存长气啊！爸爸要交册钱啊，你摕袂出来要安怎？你囡仔会见笑呢，爸爸嘛会见笑呢。囡仔去学校要读册，无材料交册钱会艰苦无？信徒众生得做咧，甲伊讲师父啊，你既然没有法布施给人，你何德何能成为师父？你没有办法以法布施，称得了师父吗？黑暗拢爱去规边角啊，爱去忏罪啊，真的。尤其最近一直以来都在讲菩萨戒哦，真的，发觉到家己越来越渺小，发现他真的自己越来越渺小。菩萨，那菩萨在做一种境界啊，人干嘛呢？我们太渺小，渺小到什么？真的是很惭愧啊！那他管理的嫉妒，无啥物好嫉妒啊！感天气的也比那较悬，伊绝对有某方面，伊有累世德行，甲伊即世有百变甲骨力，伊才百载咱之上，所以咱应该用热心去祝福伊。去对学习，安尼迄个嫉妒心的毒素，就你甲赶出去啊！只要来这个凡夫，这个娑婆世界，你嘛甲讲我没有嫉妒心啊，无可能，迄黑姑哦，绝对不会甲起来扫，无伊就袂起来起来扫，迄黑姑姑过来轮袂掉就扫啊！所以咱家己黑姑偏甲治好，他袂扫，啊无姑姑会起来安尼苦扫，真的啦，是不会乱讲话的。我们自家人都讲明白话了，对不对？能看破了，咱就一边行，咱来解决。再来呢，咱来赶离开掉这个骄慢心、骄傲、跟傲慢、骄傲、骄傲，感觉自己盖高，慢讲看不起别人，骄。你看在做呢，那我们读书做呢，行到落脚嘞。某某人啊，骄傲。某某同学，看不起我。哎呦，哼，这骄傲，骄傲到过头都袂使啊，骄傲到过头就败啊，骄傲，家己看袂着家己骄傲啊。有人骄傲的表现，伊很正。所以啊，咱必须要去清楚，要安怎断这个骄慢心。当你看到你家己越渺小，说我们每天为什么在大殿拜佛，佛陀底下观，咱底下看，佛陀是这么的伟大，我们是这么的渺小，咱在干啥骄傲啊？咱在看不起什么人啊？不该。说为什么在大殿礼佛，在方丈室礼佛？我在方丈室有一个大佛在那里，我在我的这个大殿礼佛。咱徛伫个，徛伫个下骹咧拜佛。咱是感受到，咱是这么微小，佛陀是这么伟大，这么微小，咱咧大殿佛做一个有意义的代志，该不该谦卑啊？那你就觉得你没什么好骄傲的。慢心，不要看不起任何人，莫去看不起任何一个人哦。人讲拜拜拜嘛就无太啦。道场内底，只要是咱的圣地性，我哩大礼拜咱念佛会，我哩伫咱念佛会，大家好啊，共同做呢。慢心一起啊，就比较容易搞小团体。所以讲这个是真实的体验。
我看不起那一个人，我和你比较，我们两个一个团体，让他们一个团体，哇，都乱了呀，贵州都还了呀。所以呢，佛陀是当六去比较佛陀就好处，人跟人之间有好的缘，但是要去到万一在一起可以，但不要讲是非，因为你跟我，你跟我缘啊，我跟你，我跟你缘啊，人跟人之间缘无同款，但是在一起，咱借这个缘分来修复圆满，借因缘来修复圆满，但是望借这个缘呢，去拿是非。今年最新术语叫做 LDS 啊 ，LDS 叫啥？他们叫拉低赛啊，拉拉拉草 ，LDS。我头啊，迄个我的学生啊，师傅啊，好多人都在那里 LDS， 我只在看我外星人哦。我卡在你来问某某人啊，你是爱什么意思？我看我你甲老师考验，老师你看不懂。对啊，你说那一些人都在那里 LDS， 什么意思？我看我来讲 LDS 用台语谈 LDS 拉低赛啊，我不懂。哦，伊搞加工个呀，讲一寡笑一下，无你连都鼓励。所以啊，人与人之间做伙无要紧，卖讲是非，卖讲是非，就变成要讲讲啊，不法。要讲讲鼓励，讲疼惜的，讲予人会感动的，讲予人会温暖的，这个道理叫做净土，好不好？那你要来叫这位，就要讲好一点啦，吼！啦啦啦啦啦啦，搁你啦，搁你啦，搁你 LDS 啦，啊，就愈来愈吵，对咱家己也无帮助，对他人也无利益，咱何必做这种对家己无帮助、对他人搁无利益的代志？放下就好，你都无亲人心，都无交换心。所以万心就是啊，人讲啊，迄钱吼，两无两个袂谈啊。即个若要讲，你就莫甲对倒；即个就做个拉低赛，你就莫对，就袂拉。啊，伊若咧拉，你去甲伊拉，啊就吵啊。伊若拉，你莫吵伊。伊就讲，我问你一届两届袂赢，啊就缘无对就停啊。这样就好了，用智慧。哎，拍死啦！一条要拉，或者对你拉，哦，你多好啦！你要知你拉拉 LDS 啊，你不要改拉，那愈拉就愈愈，你知你拉，你就卖改拉，伊就拉到忝，伊就无拉，伊就袂拉，袂拉就忝，伊就袂吵啊，安得啦？哎，那你拉，你去改愈拉，安尼叫做慢性，都特别安静啦。我来看，哎呦，伊个底下我唔敢，哇，伊个嘛，伊个底下咧拉。人家忏悔啊！虽然你讲这拢是我身经百战归来，我唔是用揣摩的咧，我是为 LDS 遐咧迄个气味行过来的。哦，伊咧正常大灾，你去西来啊！我真正是为你做环境安行过来的，带过低调，偏过低塞，未过偏过人拉低塞，未安拉过行过的。所以我知影。在那种环境大案哦，受到那种伤害的人，真的，我们要悲悯他啊，不容易啊，真的。所以我相信咱过去咱林富老师傅，伊要行这条修行路，伊经过足侪辛苦，伊将伊的时间拢布施出去，伊将伊的时间、家庭的时间拢做布施和重视。这哪不是菩萨上这里搞，对不对？对。那你们都懂，懂安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好嫉妒，有什么好傲慢？没有。所以有人要拉，咱就提；人来讲正话，咱就甲赞叹。再来就是咧，气度就咱疑悔心、疑问、疑，咱对三宝忘记呢？念佛敢有啥物好处？念佛得到的宝贝，
你要敢在往生西方？你著参照你自家到尾发现，你家对你无友好安尼，你真正有一天就无爱甲你友好。你逐天就讲我对你不好，你真正不好，你看，你了解意思无？你敢会去发现你家对你不好？哎呦，伊逐天甲你骂哦，啊，你讲你讲你大声，有一天来菜市啊、夜市啊，啊买一只素的迄个麻酱面啊，你著欢喜甲伊变面。哎呦，我硬买麻酱面，我食偌乖，一碗麻酱面够一世人个。你得感恩，你就袂怀疑讲伊对你歹。为什么咱对三宝、对咱家己的人，又对咱家己的同参得友，我们要有疑悔呢？不需要吧？人有过去，可能有做过糊涂事，但未必就代表讲伊无要可救啊。所以咱祈求的疑悔心，不要去怀疑任何人，你要先坚定自己对三宝的信心，才对。有当咱感觉讲，咱做足吃亏、足戆的代志，袂啦。吃亏袂用笑戆啦。友好爸爸妈妈，友好是大人，恭敬三宝，袂用笑空啦，对不对？友好是大，恭敬三宝，要笑咱空，要笑咱戆，迄是家己在做的，我们不用去怀疑。你敢会去怀疑讲？我友好爸爸，我友好妈妈，咁好，需要你怀疑吗？不需要，因为错误，恭敬三宝，咁得爱怀疑，我咁得爱甲恭敬。这个人敢会带你我恭敬？伊凭啥物我恭敬？你种人有做，你的行为嘛不恭敬。你只是咧勉强，你做一件勉强的代志，迄无叫做真实。所以佛法。要按照咱祈祷的基本心，就是参照咱咧供养三宝、恭敬三宝，就参照咱咧友好是大人安尼，不要打折。你若咧友好是大人啊，迄手来出去啦，底下个成就大劈者劈者，迄孝心拢无够啦。你都转去啊，本来要欠200块，做所以啊，我阁留20块，阁换一个头讲，啊无归去20块，我留800块，迄拢叫做拍折。对三宝的恭敬不用打折，你的疑问自然对你的内心这个毒素就无啊。当然，你会尽你的能力，尽你该做的去做。友好袂用笑空，恭敬三宝袂用笑空，有没有听懂啊？所以讲，去除就这五种的毒素，啊，嗔恚、贪欲、嗔恚、嫉妒、骄慢。骄慢，然后疑悔，疑还有一个悔，悔还没有跟各位谈哦。什么叫悔？悔恨、悔过，你也可以悔恨，或者是什么？你的悔恨后悔啊。你的后悔讲你安尼，有老板问我啦，讲你那法师啊。你有后悔你出家无？我奇怪，伊哪会甲我问这个问题？我捌想过呢。意思讲，这条路行啊真辛苦，受风受风，鼓励掌声也有，负面的音声考验也有。所以甲咱讲啊，你有没有后悔？你出家？哇！伊当初来搞梦姐哦，足久啊，过两年前，啊，不过两年前，应该好几天前而已。跟爹那是在戒场，他们这么一问，我你有后悔过无？迄个时阵，我就回答他：为什么你要问我这个问题？我感觉太奇怪，因为我从来没有动过这个念头。所以我也没有想要回答他什么，我只不过我心里面说，为什么你被安尼问我？原来伊后悔过，伊甲我讲，我很后悔，因为我思考讲，伊总后悔出家。讲你有啥物安尼想啊？伊讲伊总后悔，为什么你被后悔？讲我本来拢认为讲出家修行道场是清净的，是好好的。是无杂音的，是大家要团结的。
但是自从伊出家入灭了后，看伊到今仔日，无感觉到每一天是平静。伊感觉逐天拢是安尼，刀山剑影。哦，我们看有较寒哦，刀山剑影，遮恐怖，遐鬼车台啊！啊，他真的这样讲，我就真的这样回。然后刀光剑影，你们当作黑社会，我们讲较长，刀就不搞遐用啊！伊讲，我是讲安尼，等于讲迄个刀光剑影，唔是真正刀剑剑的刀光剑，是那个唇枪舌战呐、啊。他咧正过来，正过去，飞蹦来，飞蹦去，讲他很后悔出家啦。因为我咧讲菩萨戒的时阵，让他感动，所以他来请教阿舍利啦。伊讲伊出家了，足未快乐的。因为迄个也要讲伊事，迄个也要讲伊事，逐个人拢要念伊，要讲伊。伊讲伊安尼，足想要还俗啊。他还很年轻哦，他不过24岁，这样油了，但是一煮两块就不死了。这段时间以来，伊的童年，伊的细汉的生活，伊无去过着，无去快乐着，迄个囡仔的时代，迄个童年的回忆，他没有。他整个童年的回忆都在寺庙长大。那个人讲，你去做啥？那出家人在安怎？伊讲，福大陆用那个最高标准，你甲要求。伊讲，伊一届安生时间难搞，晚晚你就要返修啊。你讲他很不快乐，他说他不是不快乐，他很后悔。哦，这代志大了啊！后来我就跟他讲啊。因为在讲的时间都要差不多在那边困，慢慢啊，找个时间我再跟他讲。后来就找一个比较空档的时间啊，我再跟他辅导。我你要不笑嘞？你去年感觉到你今年有淡薄啊未自在、未快乐，但是你爱想，你这少岁，你怎样接受着佛法？亲近着三宝，这是你累生累劫，你嘛爱积偌济资源，积世啊，会当遮尔早着亲近着三宝。虽然我同你讲，虽然你现在有足济境界，互你感觉足无愉快，只有可能你过去你发大愿，讲你要足紧的时间内要甲业障做紧做一间消毒，人只不过咧帮助你较早消毒咧，还有啥物唔对？你也该谢谢。哭到一个人，一个感觉不对了。本来就是啊，是你未记你过去法官，你拢有哪拢有法官嘞？众生无边，烦恼无尽，安尼伊也甲你扣无？你讲起煞笑出来，和尚你讲的还有道理耶？我没有道理啊，我是讲真理啊。众生无边誓愿多，烦恼无尽誓愿断啊！幻蒙无量誓愿行，福德无上誓愿行，是你发愿的嘞。这些人因为你拢在道场，所以这些人来成就你，让你真正的早日成为菩萨，让你能够怎么样出污泥而不染，让你真正的火焰化红莲嘞。你应该去顶礼他们。听见不？我可未使甲万能说，来再感谢谢。不对，你讲得好。后来跟他谈了，答应我说好了，那我先暂时不还俗了。好，我再给他一个经济性给捞下来，不要后悔。当然，对于来讲是足大一种的考验，但是要教他怎么转念嘛。讲你感恩着因，甲你心经，因是爱你、疼你。才会跟你讲这么多严格的话，这么多歹听的话，但是你一定要对你自己彻底改变。假如他所说的任何一件事情是确确实实你的行为不端正，或者是你的观念的错误，你要真诚的忏罪。他说他知道了，他说他真的有一些心得或者有一些观念的错误，你就是要改变。还有什么方法？和尚怎么改变？每天念佛。
你要念什么？说那你很简单，你就每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菩萨摩诃萨，要看等你啦，看看谁啦。我念来来，我念鬼鬼的，我就站着念。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菩萨摩诃萨，拜。哎呀，就起来，不要后悔。你观世菩萨的救苦救难，你是一个苦难的众生，你就哭喊给他听。你说哎，有道理耶！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菩萨摩诃萨，连发大声就拜了。救苦救难，那两字特别大声。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菩萨摩诃萨。咱的错，咱的难，全部都给救救起来。你就不苦不难了，对不对？对。真的是这样，我去跟你掏空。你今天收听啊，狄仁祥，你还阁冇听过？哈哈哈哈哈！这样子，我没有在讲话。但是师父为什么要跟各位谈这个事？感恩呐、啊，感恩的这个有这段的好的因缘啊，把我们成就。啊！以后跟咱这家，你看到那些老师傅哦，让我更感动哦。所以，我们不能让老人家哦，在极乐世界还为我们挂心呢、啊，对不对？对，好不好？好。那这个好也欢乐哦，那得欠你多济哦。那不然要人品上升，伊就反倒来搁落落来哦。阿弥陀佛，千万不可！咱就让伊咧较安心的，让伊人品上升。一定你倒转来，伊就是阿弥陀佛啦，好不好？我们都要这样子做，包括我今日伫咱同道人上嘛，喜欢开山的寂静老和尚的名单啦，我们也都念佛啊，做经加回向，所以才过来。我嘛请甲咱的邻居甲咱法师讲，有过去人伊老人家伫遐拍拼经营，叫今仔日的同道人上。会书写重要的道理，咱爱感恩，感恩过去的人替咱安尼拍拼，咱今要做就是把咱内心的毒素拢甲赶出来，净化咱家己，互咱的地位提升，互咱万里欢乐，万里通过，叫做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好，下课。清风中